是玛格兰，我们木嘎萨达拉姆闹多新蹦扎，变得有嘛样？我来呀，阿说那里，阿朝爷阿的帮不里都卡关那里都一门好，两马干什么？难道说服伊？哦，嘛的，古巴那案个的跟他转型正义个嘛哒？假如跟他7月7日那初转会议，哦，苏木鲁个的那布卡德鲁布卡阿巴一定那都包外呀，那刑事有罪判决一定那撤销公告仪式个嘛？哦，干嘛注意伊啥把个？我俩面能不能打麻烦？伊都包拉高啦，一定跟他都叮哩哩那帮不里。向外打开，都打招来伊迪娜叔叔啦。刚忙完伊迪娜阿婆那尼问伊，哦，马上的嘛的尼姆巴哦，哦伊迪尼阿毛拉干爹干难度，哦巴拉高来伊迪娜司法格嘛单，伊迪娜处长会议，加州干那7月7日阿州伊松罗达布卡德鲁奥布卡阿巴。伊迪娜刑事有罪判决，伊迪娜撤销公告仪式，伊迪娜宝宝宴。我们伊萨巴给乌拉瑞库顿米萨马扎面能，奥伊萨巴给乌拉面能难打，麻烦你都巴拉高拉，伊迪娜都阿拉拉那乌拉那巴姆里，伊萨巴给都阿巴高，伊迪娜找那卓金屯、林金山、曾振南。周阿生、陈贤德，伊哩黄勋东个嘛哒，那如伊个咩阿哩马赛山，伊哩难多帮利安个嘛伊，哦，我俩中路伊，哦，木嘎个嘛滴个哩个难多感化教育，哦，我俩招多伊们奥达比多阿米亚米萨玛拉。我们已经完成了5837位前辈的刑事有罪判决撤销公告的作业。不论案件的当事人是本省籍、外省籍。还是原住民，也不论当时他们在政治理念或者是政党的属性有多少的不同，凡是在威权统治时期政府侵害人权错误的判决，我们都要把他们彻底的来平反，这就是转型正义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阿说那你阿东努力八十八看你跟他说服伊哦，都人家要那的那招伊，我们拉拉斯斯格嘛的巴沙干，看你跟他山地独立运动，伊的跟他都萨不难。阿东努力伊的那招伊吕文成格嘛哒哦，木伊们拉哦，阿东努那不外言，伊的那不敢入外，伊的跟他都阿拉的哦，都巴拉高拉，看你跟他都巴提里不安。阿东伊乌拉呀那嘛的他。都巴姆利安伊迪南都阿拉的哦，都巴拉高拉，阿什米那瑞巴里巴给关南卡里卡南都巴瓦扬伊迪南巴提日本，曾经被关了总共八年的那个有期徒刑啊，有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撤销过去那个不法的那个案这个不法的判决，非常感谢，心情非常的很平静了。阿说那你一定那帮阿帮阿那美丽岛事件呢？那八十八个的个那简单档案一定那遭遇陈局个嘛当？各种各种个的个难度包包啦，个的个难度阿达的啥帮？哦，带到伊木卡个嘛的呢？个买个的个那包外呀呢？哦，带到伊马上个，个阿咪布拉布斯啦，阿卓努难度遭遇嘛的哒？八十八个嘛的哒都大还没有达遭一定难度毛路板？哦，个阿咪哦马卓马勒麦哦马卓到木卡啥？马格朗伊迪古兰南达盖纳巴扬伊迪纳达兰阿达代变伊。